我是雷伯杰斯，百年青年九月15号潮州站，12:53。走，这是168支进油器，叫平都线套导流的一代车型呢。这一班是1863加上1864，一代尾小圈呢，在潮州站停靠。哇，我要跟彪马 say 拜拜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有一间704油，我先这样，拜拜。